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6月2号，台北捷运双安新店线双江南京站329次，我看几分哦，19:31，所拍的是329次。开往松山的高年线刚刚是9:00。开启车门。土松山。由C38型540539编制的高年型钢管钢管是9:00，在松江南站开启关闭车门的站，拜拜。好，感谢各位，再见。